那你们去过韩国，你们平常对韩国的团体的舞蹈应该很熟悉吧？我平常不熟悉，他们比较熟悉，他们俩熟悉，可能有社，他最熟悉，对，尤其是女团的，对，希望多一点，多少有点测试，是他的重点是就是我们要一起全部跳出来，对啊，所以你要站在前面带，对啊，带着我们啊，对，我觉得有。Yeah.
Happy birthday。好，下一首。带感，不是不是，带的，因为你完全没有那个东西。Oh, baby, how you like that？Yomi.